你不可以再留在这条村，你和油条带上小花去上海找他爹。你只右手太大力了，一出手就会伤人。以后出手的时候，就想想我。 呢度就系牛大哥所讲嘅上海滩豪宅啊，咁旧嘅，好过乡下好多啦。刘文，搵边个？牛大哥。乜嘢牛大哥？牛三光，牛大哥啊！牛三光，早就知你哋蛇鼠一窝噶啦！开饭啦！开饭啦！ 借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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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叔咁早啊？牛打尖，嚟嚟嚟，啲师傅，多谢。乡下嚟嘅兄弟啊？系啊系啊，佢哋系由乡下嚟投靠我嘅。你话身为大哥，点都要俾饭佢哋食噶嘛？你啊，以后唔好再做生意，都系脚踏实地，同埋兄弟一齐揾苦力做下啦。系，租都唔可以欠太耐。 我俾多两日时间你，好好好，
呢种货式喺上海滩，一个招牌跌落嚟都唔知砸死几多件呢。唔系啊，我睇似师傅几好人啦。好人喺上海滩，好人就同坐公交车一样，边个都可以上，边个都可以坐。唉，既然作为你哋嘅大哥，啊，今日自然。 要同你哋庆祝下，洗下尘，等你哋见识下乜嘢系真正嘅夜上海。你好饿咩？ 人哋话上海好繁荣，点解条街一个人都冇嘅？呢个就系而家上海滩嘅形势，弱肉强食，适者生存。冇错，以前嘅上海滩系你哋想象嘅咁，繁荣璀璨，纸醉金米，就好似嚿肥猪肉咁，个个都想食翻啖。就连而家嘅日本人都想食翻狗。诶，唔使担心。 而家嘅日本人仲未食到入口，因为上海滩本来就由虎头帮嘅四大巨头平分天下。佛爷、仇老四、白老板、陈某四足鼎立，但系呢一年忽然发生咗变化，走咗一个人出嚟，佢叫龙七。 就系呢个龙七，将上海滩嘅形势彻底改变。而家街上边行嘅唔系黑道，就系延命长嘅。以前龙七啱啱嚟上海嗰阵，仲穷过我哋，比我哋更冇势力。但系而家咧，乜嘢都有，靠嘅系乜嘢啊？靠嘅就系呢对拳头。 喺呢次认识之前，你唔死嘅话，我继续俾你做三重天嘅老板。今日系你同阿龙七嘅谈判，我系嚟听歌噶咋。你哋要打嘅，我都冇办法啦。沙场并进，皆死于退缩。陈某生于上海。
做人一定要懂及时行乐，尤其在上海。由今日起，呢度就属于我龙七嘅，以后唔叫三重天，叫七重天。有冇人反对啊？有冇啊？你唔反对啊？仇老四，你点解仲喺度嘅？太好啦，劳烦你带个消息翻去上海滩咧，约咗我一半，你哋三个人一半，以呢一条街做分界，靠出去归我，其他你哋三个人分。你唔反对嘅话，就咁样啦。听讲你唱歌好听嘅，唱翻首。可不可以你也会想起我，能不能让我陪着你走，既然你说留不住你，回去的路有些黑，担心让你一个人走，我想是因为我不够温柔，不能分担你的忧愁，如果这样说不出口，就把遗憾放在心中。先话好犀利嗰个陈楼咧，就系快递下嗰个阿伯，所以我同你哋讲啦，呢啲就系上海滩风云莫测，话变就变。就算四大巨头势力有几大，都敌唔过龙七嘅横空出世。你做龙七啊？冇错，佢就系龙七。你哋睇下，论身形佢风流倜傥，论身家佢家财万贯，论身手上海滩冇一个人可以顶到佢十招。上海滩需要佢，佢属于上海滩。七爷，恭喜！陈某廿年嘅内家硬功，俾龙七条僆仔几下啫，就打到心脏都爆埋。陈老鬼都算死得痛快，便宜咗佢。以后咧，闸北浦东仲归我哋所有，其他冚唪唥佢要晒。以陈老鬼嘅三重天为界。嗰街就打上海咧，仲有一半系我哋嘅，另外嗰半龙七要晒。
咁算系点啊？收翻嚟嘅钱分一半俾人，地下啲钱叫人送俾龙七啦。我哋三个人联手打陈老鬼，打咗三年，死咗百几人，佢仲生存到今时今日。龙七一嚟就收咗佢条狗命，咁系求之不得。你咁咪借刀杀人啫，但系唔好忘记，养肥咗条恶龙，你就禁唔住佢啊！呢十年嚟，年少气盛嘅你见得少咩？最后咪又系服尸江底。白老板，你话有朝一日我哋会唔会好似陈老鬼咁咧吓？下次记住要咁样剪，如果唔系只手斩得噶啦。等嗰条僆仔抢多啲地盘，淋好水，施好肥，我哋再收割，何乐而不为？兴奋咧！哇！有饭开啦，开啊！咁多人嘅。好酒量嘅，好酒量，真系好酒量啊！水啊！刘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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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相信我，呢次我介绍俾你嘅，绝对唔系一个普通人，佢力大无穷，而且佢一个人可以做几十人嘅嘢。边有人会咁犀利噶？有，佢就系我嘅同乡咯。马荣征，一二三，哇！犀利，嚟一个，好，嚟，三，再嚟。废柴，靓仔，只要你坚持到一分钟，我就请你走啦。大哥啊，我仲有两个兄弟，如果我顶咗你三分钟嘅，请问佢哋得唔得啊？得。
隻錶咁貴，唔好跌爛啊！有意思。好，包老子一樣，包食唔包住。多謝大哥。大量，黑毛哥真係大量啊！哎，这个字写不好。咁呢？咁样好唔好啲啊？小花，小花，阿爹，看我买咗啲咩俾你？系烟花。食完饭我带你去玩啊。高二姐姐，看看是阿爹买给我的烟花。高二姐姐，高二姐姐，马大哥，马大哥，你过来啊。马大哥，坐。马大哥，咩嚟噶？马大哥，你有所不知，今日喺货仓嗰批东洋茶叶，其实全部都系鸦片。马大哥，呢一嚿值六七百个大洋噶。搵翻包嘢去货仓。马大哥，你后生，但我呢？废人一个啊！就算在上海做一世啊，都唔会有出头之日的。阿爹，行啦，陪我放烟花。我好快嚟噶啦，你先行啦。马大哥，我知道你是个好人。喂，开饭啦，开饭啦！小花，以后我哋唔会再分开噶啦，生活一定会慢慢咁好起嚟。快啲过嚟食饭啦，嚟啦！嚟，快啲食啊！小花。呢次你一个人嚟上海，你咁细个，真系好叻女。阿亮临死之前讲，佢以后都唔可以再照顾你，你一个人喺外面闯荡，肯定好辛苦。佢话。这个责任就交给我，以后要好好咁照顾你。阿爹，唔紧要，我哋嘅日子会越嚟越好噶。小花，阿爹带你去香港读书好唔好啊？一起去，带埋你阿娘去。阿爹，呢个大嘅俾你。哎，你食啦，有啦，快啲食啦。得啦得啦，你一阵间食啦。食，好好好，食啦。马燕贞，你同我听住，我要同你道歉。你你乜嘢啊？系我唔啱，我话你同牛三哥一样系流民，但系你唔单止唔系，仲帮咁多兄弟搵到嘢做，系我睇错咗人，对唔住啊。唔使道歉。我话要就要啦，婆婆妈妈咁，你系男人唔系啊？咁你道歉啊？头先咪道咗歉咯。咁我接受。以后我会对你好啲嘅。点好法啊？唔闹你啊！咁就好啦。诶，你唔好乱谂嘢啊！我真系道歉噶咋。
喺火仓偷嘢嘅人，同我企出嚟！今日我点货嘅时候，发现少咗货，估唔到你哋呢班人入边，居然有人敢偷我哋斧头帮嘅嘢！阿爹，好人唔会偷嘢噶。而家我数三声，你哋乖乖地同我企出嚟，唔系嘅话，我黑布就扫平你哋呢个地方。一、二、你老母！细路都动刀动枪，算乜英雄好汉？无论如何，今晚我要攞翻我嘅货。我哋系平民百姓，唔同你哋嘅刀枪世界。呢度嘅人话冇就系冇，你哋走啦。依包嘢值唔值一条人命啊？何止一个人啊！你哋成条村全部死晒都唔够。请你转告提真仪先生，呢批货秦布房唔可以交俾佢。竹谷先生，もしも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が、この荷物を取れないそうです。必ず取るよ。你搞日本人斧头帮批货，他们实会找你算账。这个什么世界，偷运鸦片不当人命是一回事，这笔账
我都想同佢哋算一下。上海唔系你呢啲冇脑嘅武夫揾食嘅地方，呢度龙蛇混杂，五光十色，后生仔好容易会行歪路。我嚟上海之前，应承过我妈，一定唔会入黑社会。我都唔知几多次，听啲人讲完呢啲说话之后，都系由我帮佢哋盖棺埋葬。而家未死嘅，恐怕只有龙七。我同龙七唔同，你当然同佢唔同。佢而家系叱咤风云，亦都懂得世道，但系佢可以挨几耐？本人批貨幾時走？係咁忙。后面嗰班人都系你打低嘅，系呢批货你都想要？要。你系边个？马永正。马永正。马永正，你知唔知我系边个？我见过你，龙七啊嘛。听讲冇人接到你十招，我觉得我可以。咩十招我就唔知啦。不如咁啊，喺呢支烟熄之前，你唔输嘅话，呢批货就系你嘅。
熄咗咯。你做乜停手啊？我惊错手打死你啊！听到出面嗌咩？已经熄咗啦，批放我噶。马永贞，有冇火柴啊？鸦片点可以用火烧噶？下次用石灰水。龙七，火机，送俾你，有事揾我。头先系边个话天熄咗？将成批货烧咗，人哋唔嚟揾你，揾我嚟算账，可以有命翻嚟，已经算你大命啦。都系去做你个大英雄啦，唔好喺度连累我。且，麦哥，你下次打人哋老母个仔嘅时候咧，谂下你老母啊！即系阿姨俾人呃你，你估真系攞嚟装饰噶？大哥，我哋都唔捞啦，以后我哋跟你。系啊，俾我跟你啊！阿大哥，我哋都唔做啦，以后跟住你啦。
唔系嚟打交嘅，唔系嚟打交嘅。哎呀，你饮酒你早啲讲啊嘛！老七，请唔请人啊？除咗打交，你仲识咩啊？扫地、洗碗、搬嘢，乜都得，不过唔会帮你打人噶。你啲靓啊？系。唔错喎，咁快收靓，几多个？计埋我六个。你大帽嗰、那个？生意噶，唔做呢啲嘢。哦，八毫子一日，得唔得？我俾个两蚊你哋，由今日开始。马永贞就是我好朋友，欢迎他们几个加入七重天。以后所有男人不准帮这个女人点烟，除了我。Music。痛唔痛啊？我嚟上海嘅时候，日日打交，日日受伤，伤到连痛嘅感觉都唔知系点样。你点解要咁样做啊？我今日有嘅一切都系咁打翻嚟。系咁又点啫？最多咪成个上海都系你嘅。你看你一个人几寂寞。你以后不要在一个寂寞的人面前说他寂寞。我又不孝，又不喜欢说人家喜欢听的话，更加不懂耍手段。你到底喜欢我什么？喜欢你够嚣张。女仔跳只舞真系跳得很好好，睇下佢个样咧，好鬼似你。Thank you.
炒咗啊。系啊。食咗饭未啊？老板。系。问一问豆浆。好啊。咁变态？点解你咩都唔识噶？食啦，好食啦，讲个故事听。1904年，美国有个德国移民喺圣路易市贩卖香肠，但系你有冇听我讲嘢噶？嗯，香肠。但系呢啲嘢又热又咸，啲客唔方便食，于是，好食啊！嗯，真系好食。嗯，你嚟上海做咩？我穷，人人都话上海系一个好多机会嘅地方，所以我咪嚟闯下咯。马永贞，你唔应该系咁嘅。你住喺一个好似狗窦咁嘅地方，咁似样咩？我同你讲。识功夫的人，如果你不投靠他们，你就会成为他们眼中钉，你知不知道？跟我一起打江山，啊！我的理想就是打败虎头不过三只豺狼，踢走啲日本人。嗯。有些人不打不得的，不得的，不得，我不会入黑社会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们永远永远都是好兄弟。我被人打肉眼啫，我一拳咋就打死只牛啦，所以我阿妈俾只牙我打牛有屁用，你知不知道我杀了几多人？啲老嘢，我见一个杀一个。陈茂几多你知唔知啊？佢老过我老豆啊！人你杀过啦，你杀过牛未啊？我梗系杀过啦，我日日食牛扒，我自己杀嘅，我连老虎都食。我话你听，几
点钟啊？而家先翻。我嚟噶喎。刘敏。再早会，唔好玩得咁野啊！嗯，望咩望？喂，喂，好食啊！好唔好食啊？嗯，好食啊！是什麼來的？熱狗。什麼？變態，殘忍。你聽我講先。在1904年，美國有位德國移民響。夠了，夠了，夠了。這些事是誰跟你講的？龍七。龍七？經常打打殺殺那個？他不是打打殺殺，是切磋。我覺得龍七挺有正義感的。切磋？切什麼磋？你們就是喜歡打架。有些人是不打不得。講乜嘢啊你？喂，你以後唔好再打架好唔好？我爹咧，佢最憎人打交噶啦。哦。食一啖得唔得？劉文。你想緊咩？我答應咗橋本，幫日本總商會周年晚宴唱歌。你怕佢哋？我只係個普通歌女，冇任何本事，把聲仲值錢過條命，可以靠唱幾首歌保住條命，已經算幸運。你喺我身邊，唔使驚任何人。你为什么要养只老虎在家？因为我都是只野兽。我相信你以前是野兽，天生有能力闻到危险的味道，但马永晶出现之后，你就慢慢没了这种能力。我为什么会觉得在你身边越来越没安全感？我都很想永远做你的女人，但你没可能一直是上海滩的王。不如你同我一起离开上海。我是日本总商会的会长桥本宏一，请多多指教。總商會會長，你特務碼頭係咪啊？
你哋打仗定系做生意？我哋一向仰慕中国文化，当然系希望日中提携，合作经商。所以攞唔到咪抢咯。讲到抢，都系龙七兄抢咗我哋嘅东洋茶叶。如果嗰批货真系茶叶嘅话，送俾我都唔知喺边度。哦，嗰度有几十箱鸦片，价值不菲，做咩销售嘅？我都唔知点解喎，总之好爽咪得咯，就好似你哋喺东北残杀中国人民一样。龙振兴，嗰次系战争，有战争就会伤及无辜。咁唔系战争，咁系侵略。龙振兴，我哋非常仰慕你个为人，希望我哋可以真诚、紧密咁合作。同日本人打交道，就必须要明白佢哋讲乜嘢，仰慕我为人，希望可以紧密而真诚咁合作。你唔系可以解释成我势力好大，俾啲好处我，做你哋看奸好唔好？我以为我哋中国人系东亚平夫，请你离开。龙志兴，你咁样同我讲嘢，就只系得一个结果。顺带一提，城乡军唔会去你哋商会嘅周年纪念献唱。因为同一日是七重天的开业百日礼，好抱歉。龙七以为自己就是上海的王，他差一点就是上海的王。那以后哪个只是上海的王，今天可以坐在这里的都是朋友。你知道我们有共同的敌人，所以我哋应该合作。咁我哋点合作啊？做低龙七，帮我揾嗰个叫马永贞嘅人出嚟。呢、這个人有用。我早就揾到佢啦，喺闸北同老铁一齐啊嘛。估到你有今日嘅，跟我上车。志哥，呢几年嘅生活过得好嘛？可以更好。咁即系唔系咁好啦，所以你就东山再起系嘛？我冇咁嘅意思。老铁，闸北出咗个马永正。明目张胆抢我哋嘅货，仲暗中勾结龙七，好明显啦、啊！我只系个卖杂耍为生嘅人，唔会参加你哋嘅大买卖。铁哥，你嘅门下出咗个马永贞，几难得啊！何况佢同阿龙七关系咁好添。佢同龙七冇关系，佢只系打工咋。老铁，我老实同你讲。我哋想佢帮我哋对付龙七，剩低嘅事就系我哋同马兄弟嘅事啦。中国有句俚语：识时务者为俊杰。大日本嘅势力喺上海系唔可以忽视嘅，同佢哋合作点都会有啲好处。你话咧，马兄弟，你哋勾结日本人
侵略自己的国家，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人民的尊严，帮你们做事叫做走狗，跟你们合作叫做汉奸。可惜我两样都不是。你知不知道你这样说会连累很多人的？祸及妻儿是你们班人的做法，我马永贞只有一个人，我不用怕你们。那就是你一个人的事了。他的事即是我的事。老弟，今天已经很给面子你了，你不要以为还是我们的大佬。你老婆死了之后十几年来你都不敢露面，现在看来真是老懵懂，为了这个这样的年轻人出来送死。马永贞是我女婿，她是我弟女的未婚夫，她这次来是娶老婆的，今晚她会坐最后一班船离开上海，从此不会牵涉你们江湖的事，一路以来冒犯了大家，田某在这里赔个不是，几位就饶恕这个弟弟。咁即系永远都见唔到佢。我担保佢以后唔再插手。赵师傅，点解我哋要惊佢哋啊？而家已经唔系你一个人嘅事。你而家马上离开上海。做咩啊，龙哥？龙哥，签个名。Come on.
先生俾咗钱你嘅，你咪作反咯。我知，但我后悔。点解？你一世都唔会明。成为一个普通人，苟且偷生喺洋人同日本人嘅淫威之下。李师傅，唔好再打啦！我喺你最爱嘅人身边，等佢过安稳嘅日子，咁就系男人做嘅事。
上海，唔会再有龙七。咁即系我哋嘅世界啦。唔系，上海，仲有整个东亚，都将会系我哋日本人嘅世界。由今日开始，虎头帮嘅地盘都纳入日本总商会嘅旗下，每年征税八成。我哋保证你哋嘅生意兴隆，长治久安。今日你哋冇选择嘅余地，你哋虎头帮人数再多，都只系一盘散沙。反正你哋处理唔到嘅人，今日我会帮你解决。
马应征。马应征。有啲人系唔打唔得噶。马永贞，你都看到了，我的计划稳住正确。莫远征，你同我好好听住，我要你完完整整咁翻嚟，以后你就系我唯一嘅亲人，无论要等几耐，我都要等你翻嚟。
可不可以你也会想起我。